ีไส้มีอุดช่องแล้ว女子在观音庙与狗狗互动，暖心画面感动全网。近日，一名女子在 TikTok 平台上分享了一段视频，瞬间捕获了网友的心。视频中，她在台阶上偶遇一只狗狗，便示意她靠近。令人惊喜的是，狗狗随一辆载有坦克的托克罗里因雨天路滑，在加勒大道翻覆，引发严重交通堵塞。根据报道，事故发生在11月7号，文东通往吉隆坡方向的35.2公里处，靠近圆顶隧道。托克罗里载着两辆坦克车。邀请到了我一位朋友，就是 Andy 来到我节目上，因为我们今天想要给大家带来一个社会意识啦，因为现在很多人都会去you
我糟糕欸，不可能，没有，我用第一例，我用第一例看什么，搭手机啊，然后第一次还是还有一架大手机啊，我是说你应该还有一粒大手机啊，那个应该是40多%。我录完东西就一点点，你先躺这先。你看你的手机我录到了，把这个张信哲未来式终极版世界巡回演唱会吉隆坡站的视频录下来，还有其他的短视频录下来。啊？一个好像不可以分享，那我现在是 Facebook。虽然这边很热，完全没有冬天的感觉。
太阳高峰。